为着要展现105年重案工作期间维护治安的决心，南投县警察局召集所有单位，伫暗时啊进行警力甲装备的展示。虽然讲外面落着小雨，气温正冷，不过活动也是照常进行。南投县长林明进嘛来甲现场，为每一位辛苦的警察人员加油勉励，并且对着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更加要求。虽然外面落着小雨，天气阁非常的冷，不过警察大人也是表现出维持治安的决心甲精神。加油，转！救车辆待位置，好，转！为着105年春案工作会当顺利进行，南投县警察局召集各单位伫暗时进行装备甲警力的展示。南投县长林明进嘛来到现场参与，为辛苦的警员加油勉励。为了要治安，为了要交通，让交通堵塞，他们的工作都非常的辛劳，尤其今年更辛劳，因为 从几十年来过年的期间没有像今年这么寒冷，那么我们警察同仁在这个寒冷的天气中还要站在路口指挥交通，有时候又遇到下雨，他们的辛苦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能够看得出来。另外，县长林明进对着春节期间的交通是特别重视，警察局长魏庆贤也规划了相关的应变措施，来维持九天连续假期的交通网络。我们交通队成立一个交通流畅中心，那把我们现在现有的各个路口重要的路段，还有通往景点的路口监视器，我们把它集中设置一个流畅中心，24小时我们来监看交通的流量，假如有发现拥塞的情况，我们会立即调派线上的警力到场去做疏导。在春节期间，民众快乐佚佗的同时，警察大人依然是站在第一线来保护人民，这款精神是真受到大家的肯定。记者陈文雄采访报道。